我时速600公里的高速磁浮列车，我在今年年底就会下线一个原理样车，然后再过2年以后，我会出真正的样车。一定要把握好这个节点，就是内装上面还有一些不太好的地方改掉，色彩不太搭，要把这个地方改掉，显示器有点过于复杂，改掉，改掉，改掉。梁总，您也太严格了吧？好。哎，你们去调试吧。好。梁总，您背后的就是3年之约的那辆工程样车吗？这个车辆在整个这个外观设计上呢，非常的阳刚大气。停在太阳光下的时候，炫彩的珠光漆会显示出来五彩斑斓的不同的色彩。这列车呢，我们将在今年的上半年呢，对公众发布，将来会以时速600公里进行运行。时速600公里，这个高速磁浮列车也太快了吧！它是怎么实现悬浮的呢？这个就是它的这个悬浮电磁铁，就是使这个车辆能够悬浮起来的关键的这样的一个设备。它会和我们安装在轨道梁上的功能件之间呢产生电磁力相互作用呢，它就会产生吸力来抵抗我们列车的重力，让这个车辆可以悬浮起来。现在是在未悬浮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在这个悬浮电磁铁和这个轨道的这个功能件之间呢，大概有25毫米的这样的一个间隙。哇，列车已经通电了吗？它已经悬浮了吗？这个列车已经开始浮起来了，它的这个间隙从25逐渐变成了10毫米。那么列车在整个全速度范围内呢，它都会在这样的一个10毫米的间隙下，乘客在整个乘坐的过程当中呢，也会感到非常舒适和平稳。这么炫酷的车，小贝也好想坐呀。就是我们国家的高铁的速度呢是在时速350公里，飞机的速度呢是在800到1200公里。这个车辆的这个投入商业运行之后呢，它可以填补我们国家高铁和航空之间的这样的一个速度空白，它将是最快的陆地交通工具。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国电视荧屏上首档电视青年公开课，开讲了，我是主持人撒贝宁，欢迎各位。又到了年终岁末的时候，我想问一下在座的四位青年代表，你们一般过年回家是坐飞机多呀，还是坐火车多？坐火车多的能举手我看一下。哦，你们四个都是坐火车啊。我问一下你们对中国高铁的了解有多少啊？和谐号大概运营时速是多少？平均应该是在200公里每小时左右。复兴号呢？大概是300到350。可以啊，可以，数据掌握的还比较精准。350公里已经意味着中国进入了世界上高铁运行速度最快的国家的行列。我还记得在2018年春节前，我们的复兴号设计者梁建英总师，当时也是站在我们开讲的讲台上，带给我们很多关于高铁背后震撼的故事。我们有个这样的研发计划，我时速600公里的高速磁浮列车，我在今年年底就会下线一个原理样车，相当于概念车。然后再过2年以后，我会出真正的样车。那么今天我们的开讲嘉宾再一次回到我们的开讲讲台，掌声有请中车青岛四方机车车辆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总工程师梁建英，有请梁总。哇，他来了，他来了，他带着时速600公里的磁悬浮列车样车来了。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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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哇，欢迎您，欢迎您。这是兑现的承诺。还记得上一次您来的时候是扎着马尾辫？对对。这一次一头干练的短发。因为我们的高速磁浮的这个头型也变了嘛。哦，你看这两个车的这个对比，它的颜值虽然都很高，对，我们都是采用这个鼻锥向两侧的这个有导流槽的这样的一个引流的一个设计理念。对对。那么同时呢，我们的两个车型呢，它都有一个这个非常硬朗的这个棱线，它的阳刚气非常的好。对。那么这样的一个设计理念呢，就使我们这个车的这个动感和直上性就体现得特别完美。这是它的这个共性的地方。那么我们看这个车辆
不同的地方呢，高速磁浮的列车的头型呢，总长是16米，就这个部分，对，16米，16米，哎，然后我们这个复兴号动车组的这个头型的长度呢是12米，哦，它比这个时速300公里的高速列车在空气动力学的要求还要高一些，啊，在整个设计过程当中，我们考虑的可能还会更多。我觉得最大的不同，反正作为我外行，我一眼就能看出来，一个有轮子，一个没轮子。对，这是高速磁浮列车和这个有轨高铁的一个最大的一个不同。对，上面的这个复兴号动车组呢，是用轮子对作用在我的轨道上，对，通过这个轮轨的接触来驱动我们列车的前进。高速磁浮列车呢，用我们的悬浮电磁铁和这个导线电磁铁呢，代替了我们这个轮和轨的作用的这个驱动的关系，所以它可以保证列车呢悬浮运行，它在这个全速度范围的运行过程当中，它都是无接触的。两个侧面的间隙和底面的这个间隙呢，都要保持10毫米加减4的这样的一个，实际上也就是我们一个手机的厚度。所以现在我真的特别想，马上能够体验一下，普通人大概什么时候能坐上。因为我们还要去在这个高速线路上去做一系列的高速性能的这个试验和测试，要这个保证绝对的安全，我们才会向我们的这个广大的旅客去呈现我们这样的一个成果。我认为普通人能够在5到10年以后一定能够坐上时速600公里的高速磁悬浮列车。未来还有很漫长的路需要去走，而这条道路最终的目的就是让我们每一个普通人能够享受到这样的高速的现代化的交通工具带给我们生活的便利和对整个国家的发展的推动力。我们把讲台留给您，好，请您慢慢的跟我们分享。好的，请您开讲。好，大家好，可能我们在座的这个青年代表也会有这样的一个疑问，那么在我们国家高铁发展到今天已经得到了举世瞩目的这样的一个成绩，为什么还会去发展高速磁浮这样的一个技术？技术的发展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我们必须要时刻盯紧我们的这个前沿方向，要能够准确地把握住我们的技术的发展方向，这样才能让我们牢牢地掌握住话语权。我时常会想，我们就发展到现在吗？我们如何让我们轨道交通能够持续地走在世界的前列，始终保持技术的引领？我会有一种发自内心的压力。所以我们认为呢，发展高速磁浮呢是势在必行的一件事情。要想列车跑得快，三个力是很重要的，一个是动力要大，那么阻力要小，摩擦力也要小。高速磁浮交通系统呢正好具有这样的一个潜质。那么我们在这个头型的设计过程当中呢，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头型非常的漂亮，但是漂亮的颜值必须要能够发挥它的优良性能才有价值。列车在高速运行的状态下，那么无论车辆是在这个明线上运行，还是在隧道内运行，还是在交汇运行的状态下，空气的激扰绝对不能影响到我列车运行的安全，也不能影响到我车内旅客乘坐的舒适度。我们也设计了专门的一个试验，叫做动模型试验。那么实际上顾名思义，动模型就是让这个模型动起来，而且这个模型动的速度一定是要和你所需要的设计速度是一样的。大家听着这个原理很简单，就是用压缩空气，然后压缩空气达到一定的这个压力的时候，然后把我的这个车辆模型呢把它推送出去，然后达到我们理想的这样的一个试验速度。但实际上这是非常难的。那么我们现在呢就会连线中南大学的轨道交通国家重点实验室的这个试验现场，我们来感受一下两个车以时速600公里运行的时候，那么在交汇的状态，相对速度达到1200公里的状态下，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场景？小贾你好。杨总好，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是在中南大学动模型试验现场，今天我们要进行的是600公里高速磁浮列车交汇试验。
现在模型已经准备好了。现在让我们透过控制室的屏幕来看一下实验现场。轨道全长有160米，车分别从轨道的两端然后进入实验。接下来让我们来到控制室屏幕这里。一会儿车将要在这个地方交汇，所以请大家一定要盯紧这个轨道。这个实验仅仅需要1秒钟的时间，大家一会儿在看的时候，观看的时候一定不要眨眼睛。报告梁总，实验准备完毕。好，那我们现场给他们倒计时好不好？好。5、4、3、2、1，启动。启动。你们看到了吗？贾工，谢谢你给我们带来的这1秒钟的震撼的分享，谢谢你，再见。再见，杨总。再见。这个实验仅仅需要1秒钟的时间，但是我们的准备时间长达1年之久。我们所有的高速列车都会去做这个实验。那么为什么时速600公里高速磁浮列车会用了这么长的时间？这个实验台只有160米，要把这个车辆加速到我们的时速600公里只有50米，那么我还要留出来60米我们数据采集，让这个车保持匀速运行，数据采集的这样的一个过程。1秒钟的时间，一眨眼的功夫就已经过去了。我们在这一段的数据的采样周期是1/5秒，实际上在我们最初的这个十几次实验的时候，我们到后台根本就找不到数据，因为这个速度太快了，传感器的这个敏感度和我们计算机的这个分析软件和这个速度是匹配不起来的。这些工作我们花了整整1年的时间才做了一次成功的试验。那么我们这个车辆下线之后呢，我们一直到2019年9月份，我们都在厂里进行这个基础功能调试。那我们在厂里把这个车辆调到这个浮起来动起来。那么高速磁浮列车的这个磁浮它是怎么让列车浮起来的呢？我们在这个第一次做这个悬浮试验的时候，其实我们实验团队内心是非常紧张的，他们在地面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我们都在这个计算机上做了这个模拟的仿真再现是没有问题的。然后呢，我们对每一个实验人员都分配了他应该做的这样的一个工作，我们做了一个很好的悬浮试验的作战地图，大家都是满怀期待的，觉着我们做了这么充分的这个实验准备，只要按下去按钮，车马上就会悬浮起来。但是很遗憾，当这个试验总指挥说我们来启动的时候，按钮按下了，但是车上什么反应都没有。大家的脑子当时是非常懵的，因为前面准备的太充分了，不知道为什么连电都没有上上去。冷静下来之后，沉静下来之后呢，那么这个设计师呢又开始从头到尾再捋一遍。当时这个原因呢，主要是因为当时做悬浮试验的这个车呢是一节车，那么当时他们的这个逻辑是按照整列车来设计的，因此有一个逻辑保护呢，是这个在单节车的时候呢是不适合的，所以他们很快找到了这个问题，然后并把这个问题这个修正掉，然后又要再一次的投入这个试验。那么这次的试验呢，再去上电的时候呢，我们的这个车浮起来了，但是很快就落下去了。实验人员就在不停地去反复地去修正悬浮控制器里的这个算法和参数。再去做实验的时候，列车浮起来了，非常的稳定。啊，这个设计师，我们所有的这个现场的实验人员，这个心里都松了一口气，都开始欢呼。但是这个欢呼声还没有结束的时候，这个车就开始左摇右晃了。他们说就像喝醉了酒一样。这次的失败实际上对我们整个试验团队或者是设计团队的打击还是蛮大的。我们
对这个列车进行了整个的振动传递关系的一个测试，那我们找到了问题所在。那我们这次呢，是把悬浮控制器里头电磁铁控制的阻尼参数，还有电磁铁的控制电流参数呢，进行了调整。这一次，大家想要再去通电看悬浮的时候，已经没有前几次那么从容了。他们的心里已经有一点感觉，下一次会出现什么问题呢？可能已经带来这样的一定的疑问了。但是我们这个试验总指挥啊，再去按这个按钮的时候，这个车就已经稳稳地浮起来了。那么现在呢，这个每次我去登上这个实验车的时候，我们的实验人员都会跟我说，梁总，我们静浮一下，你感受一下。现在我们的这个车浮得非常的稳，你站在车厢里面就像站在平地上一样，没有任何的感觉，这是非常不容易的。那我们在厂里把这个车辆调到这个浮起来动起来，把这些基本的功能都测试完成之后，我们在这个1月份呢，我们就把这个车辆运送到了我们上海同济大学的这个磁浮实验中心，然后做我们低速状态下的全功能的这个实验测试。在历时将近9个月的时间，我们一共做了7大类200多项的试验。那么这个车辆呢，无论是从它的这个悬浮导向的性能，还是车辆的动力学性能，还是车辆的这个低速状态下的应力表征，那么它的这个结果呢都是非常优秀的，达到了我们的设计的目标。那么在整个的这样的一个试验的过程当中，反反复复也不知道失败了多少次，我们这个设计师就说，我们哪怕失败了100次，我都要去尝试第101次。我就跟他们讲，这就像我们这个101次求婚这个电影一样，在这个甜蜜与痛苦当中相爱相杀这样的一个过程。轨道交通的发展史实际上也是我们速度的一部提升史，那么速度的提升又助推了我们人类文明进程的提升。早在6000-7000年前呢，居住在多瑙河流域的原始森林里的这个远古人，为了将狩猎到的猎物运回到居住地，那么他们就用一些木枝，用藤蔓把它缠绕起来，那么作为运输猎物的拖载的工具。这也许就是人类有记载以来最早的交通运输工具。我们知道轨道交通的起源是在17世纪，由于在英国和德国的矿业非常的发达，那么矿产要运出这个矿山，那么人们非常的聪明，他们就在运输的通道上铺设了木质的轨道。到了这个18世纪的80年代的时候呢，那么英国人呢又将这些木质的轨道呢改成了铁轨，也就出现了马车铁路的这个年代。随着工业革命的这个到来呢，每一次工业革命都会让我们的轨道交通工具的速度呢翻一倍。那么在第一次工业革命的时候呢，以蒸汽机车为代表的这个产品呢，它的运行速度呢达到了时速80公里。那么到了第二次工业革命期间呢，我们以内燃机车和电力机车为代表的产品呢，它的运行速度呢就达到了时速160公里。那么到了这个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时候呢，高速列车就横空出世了。我们国家的高速列车呢运行速度呢已经达到了时速350公里。截止到目前，我们国家高速列车的里程呢已经达到了3.8万公里。那么我们高速动车组的保有量呢也达到了3700组以上。这两个数据呢均居世界第一。那么到了现在我们面临的第四次工业革命，我们轨道交通运载工具的速度又会达到多少呢？这个呢，我想就是我们今天的主角——时速600公里高速磁浮列车要回答我们的问题。接下来我们还要做哪一些工作呢？那我想，首先是我们会持续地推动我们国家高速磁浮交通系统的试验示范线的建设工作。
高速磁浮交通系统的试验线的这个建设工作呢，也一定会成为我们国家高速轨道交通装备业的又一个新的制高点。畅想一下，我们在这个不远的这个将来，我们国家一定会构建这样的一个立体交通网络。我们知道高铁的运行速度呢是时速200公里到400公里，那我们这个飞机的这个运行的速度呢是时速800公里到1200公里。那么我们高速磁浮它的这个运行速度呢，我们定义在时速400公里到600公里，可以更加有效地来弥补我们国家目前在高铁和航空的这样一段的速度的一个空白。那么现在我们举一个简单的小例子啊，在我们京沪线上，我们最快的从北京到上海的这个高铁，我们要用4小时28分钟，那么我们飞机呢大概是2小时左右，这是一个纯粹的旅途时间。如果我们再算上我们从出门到对面你要去的这个场所的入门来算的话，飞机的时间可能就要将近5小时，那我们高速磁浮呢只要2.5小时。那么我们也这个做了一定的这个研究啊，就人乘坐这个交通工具最舒适的一个时间就是3到4小时。其实你们可以去感受一下，你在4小时以内完成你的旅途和你在4小时以外完成你的旅途是不一样的感受。所以从综合的时间利用率上来看，那么高速磁浮在一定的旅途距离上是有一定的优势的。高速磁浮投入运营以后，如果你居住在这个芜湖，在安徽上班的话，那么实际上只要10几分钟就可以回到你的目的地了。那么这样就可以真正的形成一城办公一城安家，那么半日职场半日诗和远方，这些都会照进我们未来的现实。谢谢大家。谢谢梁同志，谢谢各位，请坐请坐。太震撼了，刚才连线那个实验你们看清楚了吗？就只看到一道光晃过去，是什么不知道？那是你心里的一道光。别说我们，连电脑都懵。有的网友眼尖，真的看到小白点过去了，然后问我们说他们去哪儿了。我说可能已经到广州了这会儿。一共全长呢是160米，用50米加速，然后60米匀速作为实验段，还有50米用来减速。我们借鉴了航母的舰载机的这个制动的经验呢，那我们也用这个阻拦钩挂在这个阻拦索上，然后让这个动模型呢能够稳稳地停下来。万一要没挂住，是不是真就到广州了？它不能像这个子弹出膛一样，出去之后就可以自由地飞了。这个万一没挂住，那基本上这个动模型就基本就粉身碎骨，就毁了。今天通过您的开讲啊，我还发现其实您平时也还有时间追追剧啊。101次求婚，不瞒你说，我还真没有看过这个剧，只是我们试验人员在跟我说的时候，他说老是失败，老是失败，这个也确实很打击人的。正好那个时候演了101次的求婚，所以你们就觉得特别应景。对，特别应景。他为了追求这个幸福，他去101次的求婚。其实对于我们科技人员来讲，我们的幸福感来自于哪里？就是我们设计的这个东西成功了。是一样的道理。在您刚才开讲的过程中啊，我们通过网络进行了直播，网上也有很多的网友在提问题。我的助手小 V 一直在直播间和网友在进行交流，我们来看看小 V 给我们带来的关于直播间网友的信息。小 V 你好。来了，小畅老师好。梁总你好。你好。小 V 你好。爆料班的小 V 有关于梁总是好玩的事情要分享给大家。哦。梁总师呢，在工作中是一个果敢的女汉子，身穿工作服，雷厉风行。但生活中啊，梁总师的办公室有一个小皮箱，每次出差拎起来时就说走就走。同事们都特别好奇里面都有什么，打开一看，惊呆了，
里面井然有序地摆放着各种各样的化妆品、漂亮的衣服和皮鞋，这么巨大的反差萌啊！杨老师，真的有这回事吗？因为我们这个工作的性质嘛，出差的几率特别高，那么我们会随时备好出差的这个用品，可能来不及回家收拾东西。对，我的这个箱子里呢是有很多小包，收纳一些这个小的物件，比方说我的充电器啊，比方说我的这个牙刷呀，比方说我的这个擦脸油啊，琳琅满目的化妆品不见得有，但是这个搞得您像推销员一样，一打开你看中哪一款了，来试用一下。服装呢，我会备好几套，就是应对不同场合的，比方说有商务场合、有临时的技术交流场合的，这样的服装会放在箱子里备着。您的箱子肯定是那种非常规整，然后所有东西一目了然，该用什么马上就能，就像个系统工程一样。差不多一个小包一个小包的这样的。什么时候我请您参观一下我的出差的箱子？这个团队里要是有这种人，我估计梁总是一下就开除了。一打开，所有东西都在里边，但是所有东西你要找的时候都找不着。小桑老师，你也学着点儿。我学着点，学着点。刚才小薇呢，从这个网友这儿搜集来了一些问题，也都交到我手上。关于这个磁浮列车，大家主要关注的几个技术点和大家感兴趣的问题：高速磁浮列车对乘客的体重和行李的重量有限制吗？他怕万一太沉了扶不起来。而且列车行驶的时候，不断还有人走动，会影响到列车的平衡吗？他问的这个问题非常好。这个对于人的这个载重的要求和行李的这个要求呢，这个是跟我们普通的这个客车的要求是一样的。哦。人在这个高速行驶的磁浮列车上走动的时候呢，的确会影响到我们列车的载荷的这个分布，但是呢，刚才我讲这个悬浮控制的时候，我们的这个控制精度非常的高，那我们的这个适应性非常的高，那这样的一个人在这个车上的自行行走的这样的一个载荷的波动呢，完全不会给我车辆带来任何影响。所以它是动态的调整，动态调整，就整个列车在行驶过程中随时根据列车的状态对来调整它的这个它的这个悬浮间隙和这个两边的导向间隙。它还是有这个一定的最大的载荷量，有最大的载荷量，但是呢，我们现在这个悬浮的能力远远超出我们载荷的这个需求。那么我们现在，一节车我们的这个最大的载荷能力可以达到70多吨，将近80吨的这个样子。所以对于体重稍大的乘客来讲，完全不必担心。以上这是网友提出的问题，小薇，你的另外一个任务完成的怎么样？小涛老师啊，我们提前发布公告之后，有很多人在网上报名，想要通过云端连线加入我们的节目。我今天呢也选择了云端的网友。你好，夏贝宁老师好，梁建英总是好。你好，你好，我是来自上海的徐一层，我现在就站在上海的磁悬浮列车站。是龙阳路那一站吗？是的。现在在上海有一条这个磁悬浮的这个线路，很多外地游客到了上海，包括上海本地人，都会去感受一下这个磁悬浮。现在上海的磁浮列车正在实行限速，大约时速在200公里到300公里每小时。在这样的时速下，我在磁浮列车上测了一下，车厢内的分贝数大约是在110分贝。有那么高吗？那么站台的工作人员告诉我说，如果当磁浮列车以全速430公里每小时的速度运行时，它的噪音分贝其实会更大。其实我在昨天出差回上海的高铁上，也在车厢内测了一下，当高铁的时速达到330公里每小时的时候，它的噪音分贝大概是在107分贝。所以这样对比来看，其实当磁浮列车全速运行时的噪音分贝其实会比高铁更大，但是上海的磁浮列车毕竟是十几年前的老线路了，所以我想请问梁总，如果是600公里每小时行驶的磁浮列车，它的噪音是否会更大？您设计的高速磁浮列车在降噪方面会采用什么样新的技术吗？好，它感觉到噪音很大呢。这个车辆已经运行了18年了，线路要定期的去维修，要调整。我们知道
列车运行的速度越大，那么它的这个噪声的能量就会越大，每提高55公里，那么它的噪声的这个能量就会翻一倍。那么第一个呢，我们就要去精确的识别噪声源，去做我们的噪声设计。那么同时呢，我们要采用一些新的方法，比方说我们会用这个超声这样的超声材料来吸或者是隔我们的噪声，来保证我们旅客乘坐空间的这个舒适度。高速磁浮车辆在噪声的设计方面呢，那么我们现在在这个时速350公里运行的时候呢，它不会低于我们高铁的指标。那么当列车以时速600公里运行的时候呢，那我们这个车内噪声的指标呢，我们测了一下，推算了一下，最大的可以达到79.8分贝，大概就是79分贝这样的一个水平。那么这个水平呢，实际上就跟我们这个飞机啊，在这个巡航飞行的时候是相当的，不会让人坐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让它产生一种噪声的疲劳或者噪声的伤害。那么同时呢，我们还会充分的考虑我们车辆高速运行的时候会对我周围环境有什么样的影响。哦，周围住的，对。我们在线路设计的时候呢，还要设置一些这个吸音的屏障，对噪声进行阻隔，是满足这个人的这个居住环境要求的。所以大家可以放心，为了解决我们所关心的这些问题，这两年我们的总师和团队一直在努力中。谢谢。记住你今天坐这个已经有18年历史的这条磁悬浮线的感受，然后未来当我们这个高速磁浮列车可以满足运营要求的时候，你再上去体验一下，到时候你可千万别嫌太安静，我跟你讲，你可能还要放点音乐，说车里太安静了受不了。谢谢梁总。谢谢谢谢，非常感谢梁总的答疑解惑。谢谢小薇。谢谢你。再见再见再见。接下来时间交给我们4位青年代表，大家有什么问题现在可以和梁总师交流。来，萨老师好。梁总好，我是从西安来的青年代表。我知道这个梁总是设计复兴号的设计者，然后我这次来的时候专门挑选了一趟复兴号，然后来往的北京，然后我在乘坐的时候也特别的去感受和体验了一下，觉得它非常的舒适，然后运行也很平稳。然后我想请问梁总，就是您在设计列车的时候会不会特意的让旅客去给您这个车提意见？而且我现在我们乘坐的高铁有没有什么人性化的设计是您通过从这个服务旅客的角度去专门调整的呢？我们每年都会这个发出这个调研书，然后让这个旅客给我们提一些这个整改的意见。我们现在复兴号现在已经都很好了，不仅仅有原来的这个插座的这个形式，那么也有 USB 口的这样的一个，对 USB 口的这种形式。那么这些呢，都是在这个经过大量的运营过程当中，然后经过了这样的一个调研和我们民众的一种需求，然后我们去设置的。那么还有比方说我们收集垃圾的这个垃圾桶去调研的时候呢，我们发现其实我们的民众非常不喜欢直接去接触这样的一个垃圾桶的这个翻板。那么这个呢，我们也把它改造了，现在的垃圾桶这个地方呢是一个非常方便的向里投气的这样的一个口，不用再去推这个板了。门，对。在这儿给你爆个料啊，如果你坐在高铁上看见有人在你身边来来回回走，会是什么样的人？请问列车工作人员？错，也有可能是列车的总设计师。因为梁总的同事说您坐火车，人家同事都在那儿坐着，梁总坐高铁啊，自己就在车厢里来回走，从车头走到车尾，就您走来走去是为什么？一个呢是以乘客的视角，我去来感受客服界面对乘客的适应性。那么另外一个身份呢，我也以车辆的设计者的身份，我去感受一下我们车辆在服役的过程当中，那么它的这个变化是怎么样子的。如果体验出来有问题，我们会马上安排技术人员来去处理和解决这些问题。而且梁总对车爱到什么程度，就如果他在车厢里走，突然发现有乘客把脚翘在前面墙上壁板上，梁总会很耐心的去跟人说，麻烦您把脚放下。人说为什么呀？又踩不坏，踩得坏，我们这个壁板都是镀了膜的，您这么踩会把膜踩掉。人乘客最后没办法把脚放下，梁总走了以后，乘客问：“刚才那人谁呀？”列车长怎么不穿制服啊？您坐个车真累呀，跟您坐车。
我并没觉得很累，就好像不自觉这些事情就已经发生了，也许可能是跟职业有关。因为您对车的感情太深，所以任何对车辆可能会有影响或者伤害的行为，在您眼中都是必须立刻制止的。你接着问。其实我也是一名工作在铁路一线的一个售票员，我也准备了一张图，这个是我们的全国铁路客运运价里程结算站示意图，可以密密麻麻地看到这个上面总共有947个站名跟365条线名。最南端的我看应该是三亚那个小红点。对，三亚。嗯，最北应该是在漠河那边吧。对，东北那边。我跟您讲，我小的时候我是从这儿广东湛江然后坐着火车一路往北到北京，路过武汉的时候去我爸爸的家里看看姑妈呀这些家里老人，然后到北京转车，然后继续往北到沈阳，回到我妈妈的老家，50多个小时。我没根本对时间没概念，好几天反正在路上，差不多三天。那个时候火车慢到什么程度，就有一次我印象中在一个小站停完了车以后，上来一个年轻人，估计站台上是他的父亲，然后俩人就在车窗那儿就说着什么，就是火车就开了，然后老爷子就跟着那个火车跑，俩人一直聊聊了半个多小时。我的春运倒没有经历过，但是我当时在这个上海上学，那我从东北延吉然后坐车到这个上海，非常的远，也是要倒车，倒好几次，也要50多个小时才能到，然后有的时候又买不上坐票，就要站着，好多人根本没有票，人们得上来以后再补票。我对过去老的绿皮车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它的载荷能力真强，完全所有的车没有不超员的，这恨不得行李架上都是人。你像我们小孩家长都是上了车以后塞到座位下面。对对 对， 对，我的印象中春运就是各种人的腿，因为我们从座位下面看永远就是像森林一样占满了车厢的腿，各种各样的就人的腿，我们就缩在那个座位下面一路吭哧吭哧也不知道到哪儿。这是我们的春运的印象。之前我们的春运都是整个车站都是人山人海的，旅客们为了买到一张回家的车票，他都不惜彻夜排队，然后望眼欲穿的去买票。现在随着我们高铁的飞速发展，城市间的距离也都近了，所以旅客无论是想从哪里进行中转，我们都可以给他提供相对应的中转换乘的一个路线。对，春运见证了我们国家整个轨道交通发展的这样的一个变迁的这样的一个历史，所以我想将来这样的一个人山人海的形势一定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有一点不会变的，就是人们对出行的舒适性和它的便利性，在这种要求上它是不会变的。所以目前呢，我们在整个产品的设计过程当中，那我们除了追求产品自身的性能指标之外呢，我们其实最要追求的就是要给公众提供一个非常好的、非常舒适的、能够对公众有一定粘性的这样的一个交通工具，那么让他觉得坐在这里面就是一种享受。其实我在我自己的内心还是觉得蛮骄傲的一件事情，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事情。意思就是让你坐得上瘾，隔两天你不坐一次高铁浑身不舒服，要达到这种程度。谢谢梁总。好，谢谢谢谢。来，梁总好。小夏哥好。你好你好。我们知道坐火车它的感觉跟你坐飞机或者是跟你自驾是不一样的，坐飞机可能它就像一个任意门，你从 A 点进去然后从 B 点出来，似乎中间没有一个过程，然后如果自驾的话你要总要去看路去开车，似乎也没法把自己解放出来去看风景。所以我觉得我有一次专门为了看风景就特意坐了一次 K19 列车。哪儿到哪儿？就是我们从北京站上车，坐了7天6夜到了莫斯科。莫斯科国际联运车。7天6夜。对，因为当时我们走在西伯利亚上的时候，手机都是没有信号的，大多数时候，所以你没法回消息，不用看那么多消息。然后每天下午就坐在窗边看着外面的白桦林，然后跟朋友随便聊上几句，这一下午就过去了。我一直以为啊，火车这个词儿是最浪漫的一个词儿。火车呢，除了作为一个载运工具之外，其实它更是我们去欣赏沿途风景的这样的一个载体。因为我是生长在这个铁路家庭的，我父亲是一个老的铁路工人，我们家就住在离火车站大概200-300米的这样的一个距离的这样的一个地方。
所以从小我是真的是伴着这个火车的轰鸣声长大的。你看到我们回家啊，我们这个离别，我们重逢等等这些特别温馨的画面，其实我们在印象当中都应该是发生在火车站上的，跟着火车跑的老父亲。对，就像您说的，火车是这个世界上最浪漫的一个词。对，因为你想，我那么小的时候坐着火车，我才知道中国有多大，然后坐着火车我才知道中国有多少人，坐着火车我才知道中国有多少不同的文化，你走到哪儿听到的口音都不一样。你想那时候那么小的小孩，你是通过火车把这一切带到你眼前。那时候我们没有电脑，没有手机，但是只有一个机会，就是当你坐上火车列车车厢的时候，未来的那几天你所接收到的信息会让你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去慢慢的学习和消化。这种感受啊，在今天这个时代也应该不断的去让人更有幸福感。嗯，好，那到时候就让我们带着跟梁总一样整齐的行李箱一起上车。好了，谢谢谢谢。实际上我对这个理想的这个交通方式的理解呢是这样的，我坐在我的家里，所有的需求我只要提出来，用我的某一个移动终端推送上去之后，那么它就可以能够智能的这个推算出来你最合理的出行方式。那么可能你有的想要票价便宜，有的想要这个追求的这个旅途最短，那么我们可以按照您的需求，然后来把这样的一个合理的旅途的安排呈现给我们的这个旅客。那么同时呢，在这个每一个过程当中，它的中转和接驳，这个人下车不是茫然无措的，到了一个陌生的环境下，我不知道是该往东走还是该往西走，对对对，那么我们会给他一个很好的线路的智能的指引。那么同时呢，也希望呢，在他接驳的这个区域呢，有一个智能的商务活动区。那么可能您喜欢去喝杯咖啡，那您就去咖啡吧，那么有的人喜欢去读书，那他就可以去这个书吧，那么给他一个良好的在中转接驳的一个休闲的智能的服务的环境。那么当他在第二次这个转驳的时候呢，那么他就会心情非常愉悦的，那么去到下一段的旅程。所以我想呢，智能化的工作还有很多工作要做，目前我们都还仅仅停留在一定的畅想的阶段，所以接下来我们也会向这个智能产品和全寿命周期的智能化这样的一个方向去进军，来给民众提供你所需，就是我能所能提供给你的。所以对于咱们中国一代又一代铁路人来讲，没有终点，只有不断的中转站，只有不断的里程碑，每实现一个目标并不意味着我们就到达了终点，恰恰相反，那只意味着我们又有了一个新的起点。再次把掌声送给梁建英总师，谢谢您，谢谢，感谢收看这一期开讲，下期再见。小微课堂来了。飞速发展的中国铁路宛如生命之树一般延伸，铺就了人们追求美好生活的幸福之路。火车与铁路一直在变，火车上的中国人也步履不停。随着技术不断发展，蒸汽机车在1990年代被内燃机车所取代，之后又被电力机车和动车取代。2017年4月18日，时速200公里及以上动车组开始投入使用。2017年6月，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达到世界先进水平的中国标准动车组复兴号北京南站和上海虹桥站双向首发，标志着中国铁路开启了中国标准动车组时代。从缓慢的绿皮火车到今天的高铁，中国火车时速从40公里到350公里，大大压缩了时空距离。从人贴人的车站排长队到12306一键购票，从人工检票到人脸识别进站，火车票进入无纸化时代。曾经绿皮火车上大包小包拥挤不堪，如今更多人可以轻装上阵。再过5到10年，当时速600公里高速磁浮列车疾驰在祖国广袤的大地上，又将是怎样壮丽的图景呢？让我们一起期待吧。